本寺寺姓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跟你男朋友跟他媳妇这三个是个什么样的关系？我没听错吧？现在玩这么花花了吧？行，你来找我来吧，我见着你，我上去我就给你下，挺大丫头，你不知道磕碜，你啥事儿都好意思往外说呀？啊，那世上没老爷们了呗？就抢来的香是不是啊？你实在有病，你上医院看看去呢。现在你倒害怕了，叭叭亲小嘴的时候你寻思啥呢？揍你都轻的，你要实在刺挠，你拿那颜面的沙子。他那个死老爷们也是，你不行，你给自己安个铁裤衩子呢。那没有玩够，你结啥婚呢？就喜欢家里红旗不倒，外边彩旗飘飘的感觉呗。他不埋汰吗？咱做之前他不考虑一下后果吗？两败俱伤啊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的？要求一辈子新鲜感、刺激啊！那时间长靠着啥呀？良心呐！我只能说，亏妻者百财不入。真的，今天这视频，我看着我挺刷新我三观的，我就。